近日，有网友在深圳火锅店偶遇鹿晗，视频中鹿晗身穿白T短裤，脚步轻盈，心情很好，拍戏间隙不忘来吃最爱的火锅。网友见此纷纷评论，全世界都在偶遇鹿晗，求火锅店地址，我也要求偶遇，要吃火锅了，好开心的样子呀。鹿晗近期接演了热血格斗剧《甜蜜暴击》，为该剧开始积极健身。7月8号深夜，他晒出一张上身赤裸的照片，腹部炸出明显的六块肌线条，光是静态图片就让粉丝大喷鼻血。没想到13号晚，他再抛出动态版的练肌肉视频，大方满足网友愿望。鹿晗13号在 NS 上分享健身视频，只见他双手抓着 TRX 吊绳，往上拉台垫二头肌，嘴里数着组数。虽然脸部表情开始有些狰狞，人奋力拉起绳子，一旁的教练也赶紧鼓励他 ，Yes， 加油。他则配文说：“没有机器也得练。”看得出为角色练出最佳状态的决心，网友见状也纷纷赞他福利给的很大方，看到鹿哥练的全身是汗，我也得坚持减肥。